你们有在酒吧吃过锅烧意面吗？这家位于台南北区的 Planet， 白天是甜点咖啡厅，晚上是一间迷人的酒吧哦。店内呈现摩登复古的风格，非常的有气氛。今天梅森和三五好友来这里吃用豆浆为基底的锅烧意面。老板是希望将传统的锅烧意面结合日式拉面的浓郁风格，汤头带有淡淡的豆奶香，温柔顺口。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来这里吃上一碗，真的是无比的幸福哎！而且你们不觉得有时候喝酒就会想要喝点热汤吗？不得不说，老板这样的菜单规划真的超级赞的。如果再加上一片起司哦，那汤头的浓醇香又更升级，每喝一口汤就觉得生活很美好。Thank you.